这一局的有缘人是一位女生，看看女生们是如何找出这一位有缘人的。我随便摇上吧。不是吧？你不会也是六吧？嫦娥，再晚一点你可以回家了。我也觉得。我跟深深是什么手气呀？俩六。首先，请一号成员走出竹棚。没有人是一号。接下来，请二号成员走出竹棚。看不见了，成哥，坐坐坐。如果出来是有缘人，需要拿走牌子上的字画。现在就请六位女生进入到你们对应的竹棚里，查看你们各自的锦囊当中，令牌上刻有的是缘字还是无字。就是他。哦，那他很难辩解。很难辩解，他只能说我出来的时候已经没了。他只能买通三号了。我要是抽的数字再往后一点会更好，二有点太靠前了。我想想怎么弄。请三号成员走出竹棚。出来发现就没了。请四号成员走出竹棚。请五号成员走出竹棚。请六号成员走出竹棚。我们想看电视的人。我们一群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了。接下来请有缘人走出竹棚，挑选一位成员成为你的伙伴。他也不知道挑谁呀、啊。闭着眼挑。能选三，那他怎么知道他是三啊？他碰巧了，他本来他就想选 baby。这是第三个，等于第二、第三结盟了。他们俩也不好打。四有两个。对呀、啊，就栽赃他俩。现在，请所有人走出竹棚。谁呀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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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呢？谁呀？你看，两个最紧张的一直在捋头发。好精彩啊！谁呀？谁呀？谁呢？先说一下顺序吧。谁第一个？谁第一个出来的？没有人要到一啊。那我来分析一下吧。我是第二个出来的，反正我出来的时候还在呢。我是第三个出来的，我出来的时候也还在。我俩第四个。我们第四个。完了，因为他们俩四出来的时候就没了，其实就很那个，已经很明显了。Baby 能掰扯，他特别能，他特别能掰扯。我们出来已经不在了，所以 Baby， 你们俩，哎呀，你们俩有问题啊！肯定是他，肯定是 Baby， 是真的，我也觉得是 Baby 姐，是不是依依？你们俩，他们俩中间，我俩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完全没有了。不是，他们俩一起出来发展了他嘛，所以这俩人就说是我。男生就是发展了一个，我们不可能还是这样吧？那你验了谁？我验了谁？对，
我演的你啊。你第几个？你是第五个对吧？孟子义。我没有验你，我验的 baby 三，他第三个。那你教我一下是？因为我感觉你是，因为我觉得他是，我以为他是第一个，我想炸炸他。我第六个。你第六个？那你来，那你进来的时候还有吗？当然没有了。你观察手上的小动作，你就越多越慌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我先捋一捋，你们俩是第四个，第五个呢？我第五个，你第五个有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对呀，你是第六个，六个更没有，对吧？四五六房都没有。对呀，那不就是 baby 吗？你们俩有问题呀？肯定是你了。不不不，你们俩有问题，就是他俩。对，我觉得是你们俩，就他俩里边的一个，对吗 ？baby 姐，我真的不是，我真的不是，肯定不是他。我出来，因为我出来时候也有。以后只要 baby 说你肯定不是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怀疑那个人了。那就你俩。对，你跟我一，你俩，你跟我一起出来的。要不就你俩，他俩，他俩，谁跟谁俩呢？美丽姐，给他们一人一个过肩摔，看他们说不说实话。黄姐，你几号出来的？我四号，我俩一起出来的。这上面没有，他们好，我前面就被拿走了，肯定是 baby。我决定了，我要投黄奕。我观察了一下你们两个，你就像是、那个、你现在、那个、我觉得你是帮凶，你不是那个主要的那个叫什么有缘人。我说不是，我连帮凶我都不是，就是我知道现在我知道是你了。我觉得是你们俩，对不对？有可能是 baby 姐出来没看到，但是你拿走了，你发展了 baby 姐。那他怎么那么准能找到我呢？我知道怎么回事了。你看他们俩一直在绑架，你肯定就是他的帮凶。原来六在这个游戏里的存在感这么低呀、啊！你现在知道我的感受了？知道知道，我没在分析，你知道吗？伟丽姐，伟丽姐，咱俩算安全的吧？我陷入了左右的为难。咱俩算安全的吧？对，咱俩是安全的。咱俩来，就在我们左手边的。咱俩合计合计。对，就在我们俩左手。他俩里面选谁？咱们俩左手边的。反正我俩肯定是安全的。我俩这俩看看，两头懵啊。白露，子怡刚出来的时候那眼神干嘛的？就你没有觉得怪吗？你们都挺怪的，咋的？黄奕姐，我不选你了还不行吗？你别踩我了，我真的不是。看他做贼心虚了，你怎么一直踩我？我想选你。我演过坏角色吗？黄奕姐都已经赌上了这个人生了。你选谁呀、啊？我当然选子怡了。我只是觉得我第一个出来，怎么可能是我呢？你脸刷一下，看到第一个出来。我选子怡姐，怎么都选你呢？他都看见了，你们还觉得是我？你们，我跟你说，你等着播出来被观众骂吧！你们，这个话好熟悉啊！这是不是学成上的呀？跑男的，全国的观众们，又是推理，又要挨骂了。观众骂不骂，得由观众决定啊！不是，你们这回真的会被骂，贝贝姐都看见他在了，你们还投我？哈哈哈哈哈！你气了。下一句真的要被观众骂的，真的要被观众骂。我有一个问题啊，是这样的，你们说如果是孟子义他是的话，他拿走，那他要找准他下一个才能发展重。对吧？对，所以他不是呀，所以也不是我呀，我看到了呀，我出来确确实实看到那盘东西就在这儿，上面还有两个是红色的字儿，好像我有点头绪了。这个地方没记错的话，这应该是个三个字儿，红色应该是三个，两个吗？啊，上一轮是两个字的地方。这轮是三个字的地名，第一个地方就是李白诗句中提到的善溪。大家现在来到的地方就是李白诗中描述的青云梯。这轮是三个字的地名，不是，所以应该是三个字的红色。所以你应该没有看到这盘东西，他就拿走了，你背他。你这么一说，我都慌了。我刚出来一看，红色的两个，我真的看到，而且我感觉。这红色的两个就在这里嘛。
白天聊到了晚上，聊到了晚上。投票吧，投票吧。如果大家有了自己的答案，三二一之后举起你想投票成员的名字就可以。黄姐，因为你们这一环节胜出，所以你有额外的一票。哦，我有两票。那你两票都选孟子义吗？对啊，选子义我们就赢了。真的不是我。三二一，请投票。孟子义一票 ，Angelababy， Baby 姐，孟子义两票。好，孟子义两票加起来有三票。Baby 姐 ，Baby 两票。黄奕姐一票。黄奕两票。最终票数最高的成员是孟子义。哎，真的是无语了，对你们。一会儿端出来了是吗？端出来了，我拿出来，端出来了，你看，是几个红色的字儿啊？三个。白鹿，你变聪明了。天哪！天哪！白鹿，赵荣。白鹿，可以了这一期。终于还我清白。大家找出了这一组的有缘人孟子义，所以孟子义组和你的伙伴 Baby 组拿走的字块由剩余四组来评分，还一分都没有吗？没赚着，还给他们增加了呢。所以每一组可以获得12个字块，恭喜！我们现在最多哎。主打了一个重在参与，对不起，凯哥，没事没事。接下来大家。